我们是直接住这吗？曼谷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哇，好凉快。好凉快。哇。好大呀。这就是文明吗？哇。这个应该就是咱们的。我决定我要住这了，不回家了。我觉得我们俩先换个衣服再来。可以，我觉得你们换一下衣服先吧。哦，哎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换个衣服，请各位务必保持拖鞋和床位的颜色一致哦。哈，我就说吧。哎呀，没有关系了、哎、那这就是我的房间，有关系的。我觉得必须遵守这个规则。不在了，起来。这个规则需要遵守。不，节目组难得给我们一个规则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啊？那我是什么？走，我陪你上去看看。我先待下，我坐着吧，我吃火盘青。走一会儿，吃点水果。我特别不喜欢果盘，就是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对，特别花哨。嗯，因为代表他肯定这个水果在他手上经过了很久，辗转反侧。对呀、啊，你别说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还会想吃。你一讲，我不想吃。魔方你会玩吗？我有那个什么就可以了。我不会。什么？你会玩吗？我看那个图也可以。你会吗？嗯。我现在背不下来那个图了。我会右面，我要看那个图。我先打乱吧、嗯，行不行？嗯，可以啊。这个是你看，那你还可以再回复。也是奇。这样我给你 fake 一下，我看到了。那个应该是，对，对。我回来。另外一种比较奇怪是这种，你看。这是六个面。另外一种是这种。另外一种比较奇怪是这种。升级哦。哦，转过头。